解柴好比那牛头马面，他话我一说话就把那脸翻，哎呀，哎呀，解柴大爷，我这一阵两眼发黑，肚里发呕，我实在走不动了，咱就在这儿歇一会儿吧。不行，我看你的小孩光想磨蹭时间，快走。哎，我说花钱，我看咱歇会儿就歇会儿吧，他要是有个三长两短，咱哥俩到洛阳交不上差，那可就抓瞎了。哎，我看你的小孩真调皮，呸！我打你！啥啥啥啥啥？啊，你打我？那好啊，给给给给，打吧！我看你把我打死，到洛阳你咋交差？哎，我说伙计，我看咱还是歇一会儿吧。他万一真死到这半路上，那可是……好，小李就歇会儿。哎，歇会儿啊！你咋不打了？嗯。你咋不打了？兄弟，嫂子，嘿，是。
差大爷，他是我家嫂子哩，你都没看他跑得披头散发哩，还不是想过说几句离别的话。哎呀，我是快死的人呐，何必认认真嘞？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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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兄弟！哎呀，我憋了一肚子要说的话，你要是不叫我往外倒倒，这一会儿要把我给憋死了。哎哎，回去回去。受罪是指望你照看好两个孩子，谁知道你把他两个人撇下不管呢？万一要是在路上叫狼给吃了，我哥哥回来你拿什么交差呀？嫂子，你咋不叫我起？有来了，来了，兄弟！哎呦，你这是个真现成啊！兄弟，你要保重了。嫂子，怕的是两个孩子有灾难。我就是死了也不安。
有想亲事，你要仔细讲来。哎哎，我的大老爷呀，问作在茶园，我把纸啊前前后后左左右右曲曲弯弯星星点点一点不留一起往外端，我的家住
十银钱，二姨堂就把我嫂押进监，我多大三天回家转，见两个孩子啊用绳穿，我打开门锁将他们问，才知道我嫂嫂啊刀下不埋人，手拿着一双儿女八成金，倒在那县城啊去探监叔嫂们见面诉说一遍，倒叫我堂儿做了难，丢下了一双儿女不认断，这对就我哥哥掏了三千子，后想不依赖我一路倒下公堂去喊冤，就说后来是我害替我嫂嫂做了奸，我只说倒在洛阳就认真，今生今世难明白，想不到大老爷将我问一肚子苦水。